胖胖虎，贝贝跟，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我是大南瓜，大南瓜甲龙，摇来摇去，大南瓜甲龙。我是科学怪物，科学怪物三角恐龙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科学怪物三角恐龙。我是木乃伊，木乃伊万龙，转来转去，木乃伊万龙，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我是骨头，骨头肿头龙，撞来撞去，骨头肿头龙。我是吸血鬼，吸血鬼五尺翼龙，飞来飞去，吸血鬼五尺翼龙。我是僵尸，僵尸暴龙，僵尸暴龙。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的猎兽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开始打猎吧！尖利的牙齿，强健的下巴，谁也逃不掉，逃不掉！霸王龙，霸王龙，最厉害的猎兽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开始打猎吧！敏锐的眼睛，灵敏的鼻子，谁也躲不开。军蜥蜴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十二米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前脚各有两个脚趾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霸王龙，霸王龙，最厉害的猎手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开始打猎吧！有力的脚步，响亮的叫声，谁也溜不走，谁也溜。走，不走。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。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。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。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。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。鲨鱼妈妈。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。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。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。我们是嘟噜噜嘟噜大海里嘟噜噜嘟噜可怕的嘟噜噜嘟噜鲨鱼家族，鲨鱼呀嘟噜噜嘟噜快跑呀嘟噜噜嘟噜快跑呀嘟噜噜嘟噜快藏起来啊！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，哦耶！棒棒棒，哦耶！棒棒棒，恐龙世界耶！撞头撞头王，肿头龙，高高凸起的额头，厚厚的头骨。撞头撞头王，肿头龙来了，撞头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撞头队长，肿头龙。
就是撞头王肿头龙莉莉，今天他也在努力练习撞头。厚厚的头骨，高高凸起的额头，超级大力撞头，耶、yeah! ！哇，松果雨，什么时候看都酷极了。莉莉，你的撞头实力越来越厉害喽。是吗？因为你喜欢看松果雨嘛。哇，实力真了不起。哦，你好，我叫糖糖，为了躲避火山爆发，我搬到这里来了。啊，糖糖，见到你很高兴。我叫美美，她是我们这里的撞头队长莉莉。果然不愧是撞头队长啊。没什么，这不算什么。那我也来试一试。好，来吧，这里非常适合练习撞头哦。那小子看起来头骨比我厚。超级大力撞头，耶！哈！啊，什么？这小子！哇，糖糖，你好厉害，好像力气比莉莉还要大呢。我为了让你们看清楚，用上了全身的力气。刚才莉莉撞得很轻嘛？对，没错。其实我也用上了全身的力气。莉莉，那这次你让我们看看你的真本事吧。好，好吧，没问题。怎么办？要是不服糖糖，美美就会失望的。什么？你这就是用了全身的力气？你真叫人失望，哼！糖糖，别这样，我们一对一比赛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至于吗？怎么，你怕输了？嘿嘿嘿，没想到你是个胆小鬼。什么？胆小鬼？好，行，比就比，但是不许后悔啊！终于，撞头比赛开始了。你想放弃的话就直说。哼，这话是我想说的，你再来。你们两个别闹了。你说什么？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啊，危险。莉莉，糖糖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你救了我。当朋友有危险时，当然要救。哦，糖糖，我想和你们当朋友，可以吗？我们已经是朋友啦，是吧，莉莉？糖糖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们现在一起练习撞头吧。好啊。肿头龙们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吧。撞头王肿头龙，恐龙王是谁呀？是我是我棘龙，是我是我暴龙，长长的下巴，大大的脊椎，恐龙王棘龙，世上最大的肉是恐龙，哐哐哐，我谁也不怕。是我是我棘龙，是我是我暴龙，硬硬的下巴，尖尖的牙齿，恐龙王暴豪龙，世上最快的肉是恐龙，哐哐哐，我谁也不怕，恐龙王就是我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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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
暴龙 ，roar！ 爸爸爸爸爸爸暴龙，爸爸爸爸爸爸暴龙，爸爸爸爸爸爸暴龙，暴龙 ，roar！ 奶奶爸爸爸爸暴龙，奶奶爸爸爸爸暴龙，奶奶爸爸爸爸暴龙，暴龙 ，roar！ 爷爷爸爸爸爸暴龙，爷爷爸爸爸爸暴龙，爷爷爸爸爸爸暴龙，暴龙。去吧爸爸暴龙，打猎去吧爸爸暴龙，打猎去吧爸爸暴龙，暴龙 跑吧爸爸爸暴龙，快跑吧爸爸爸暴龙，快跑吧爸爸爸暴龙，暴龙 没事了爸爸爸暴龙，没事了爸爸爸暴龙，没事了爸爸爸暴龙，暴龙心吧爸爸暴龙，睁开心吧爸爸暴龙，睁开心吧爸爸暴龙，暴龙。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！我是大南瓜，大南瓜甲龙，摇来。摇去，大南瓜甲龙，我是科学怪物，科学怪物三角恐龙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科学怪物三角恐龙，我是木乃伊，木乃伊万龙，转来转去，木乃伊万龙，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、yeah! ！我是骨头。骨头肿头龙，撞来撞去，骨头肿头龙，我是吸血鬼，吸血鬼无齿翼龙，飞来飞去，吸血鬼无齿翼龙，我是僵尸，僵尸暴龙，僵尸暴龙，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、yeah! ！碰迪碰，碰迪碰，恐龙万圣节，耶、yeah! ！棒棒棒 ，Oh yeah！ 棒棒棒，恐龙世界，耶、yeah! ！我是最棒的猎手暴傲龙，锋利的牙齿，飞快的双腿，只要我一出现。所有动物都会逃跑。最棒的猎手暴龙，暴龙打猎日记。今天吃什么呢？可怕的猎手暴龙正在找猎物。哦，这家伙比我大多了。但我可是暴龙，你一定很好吃。什么？你要吃我？我可是迷惑龙，身子大，成群走，这里的恐龙谁也不敢随便惹我。我也是。要是被他那结实的双腿和有力的尾巴踢到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去吃我常吃的吧。我很忙，再见了。猎物有的是，那边有只小头恐龙，我要去吃它。吓我一大跳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吃了你。是吗？那你就试试吧。哇，我的头啊。我甲龙尾巴的攻击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哎呦，好痛啊，不要不要。今天怎么打猎这么难呢？
啊，肚子好饿，从现在起我看到什么就吃什么。哦，新的猎物，这次我要轻手轻脚的迟钝的家伙连我过来了都不知道。哎呦，我的牙齿都断了。哼，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就能被你吃掉？我是埃德蒙顿甲龙。我的后背像钢铁一样坚硬。啊，怎么会有那么坚硬的家伙？我的牙齿怎么办呢？今天怎么就打不到猎物呢？肚子好饿，牙齿好痛啊。哦，小小可爱的恐龙一定很好吃。啊，是暴龙啊，救命啊。如果我被抓住了就完蛋了。差点就没命了。哎，竟然藏起来了，真坏，快出来。我一出去你就会吃掉我，为什么要出去？我又没有武器和你打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跑。我要一直等到你出来，我一定要吃掉你。肚子好饿，没力气去找别的猎物了。我是真正的猎手吗？可怜的暴龙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暴君恐龙暴龙，大块头的草食恐龙迷惑龙，尾巴大锤甲龙，穿盔甲的埃德蒙顿甲龙，可爱飞快的冷齿龙。蹦蹦蹦 ，Oh yeah！ 蹦蹦蹦，恐龙世界 ，Yeah！ 两只脚走路的恐龙阿姨，你不是我的妈妈吗？妈妈，短短的前腿和我很像，你不是我的妈妈吗？妈妈，你是我妈妈吗？好黑哦！恐龙宝宝顶破了蛋壳。哎，这个怎么弄不下去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？恐龙宝宝顶着蛋皮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树林里去找妈妈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。妈妈应该也像我一样，前腿短，用两只脚走路吧。妈呀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对了，你是两只脚走路的恐龙吗？有时四只脚走路，不过大多时用两只脚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也用两只脚走路，你的前腿也和我一样短，你是我妈妈吗？不，我是禽龙。你是谁？让我看看你的脸。呀，
秦龙一下子就看出来恐龙宝宝是什么龙了。小时候也长得好吓人啊，走走开。等等，我是什么龙啦？哎呦啊，原来我长得很吓人哦，那我妈妈应该也长得很吓人吧。咦，我要爬上去找妈妈。呀啊呀呀啊！哎呦妈呀，岩石洞了。我是剑龙，你能从我背上下来吗？啊，对不起。你抓着我的骨指板下来，小心点。谢谢您，您真好。我长得有点凶，可其实我的心地很善良。长得凶？别人也说我长得很凶哎，难道你是我妈妈？我长大了，背上就会长骨指板吗？不，我的宝宝们一生下来就有骨指板。好，那我继续去找妈妈了。好，你一定要找到妈妈哦。可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它这样的恐龙，是什么龙呢？你好，恐龙宝宝。哇，你个子好大。哈哈，我脖子也很长。那你能看到我妈妈吗？你妈妈？你好像是你妈妈来找你了，所以恐龙们才会四处逃跑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妈妈是谁呀？你妈妈就是可怕吓人的恐龙王暴龙。暴龙？对，你赶紧到你妈妈那里去吧。哎呀哇，妈妈。恐龙宝宝终于找到了妈妈，锋利的牙齿，结实的后腿，短短的前爪，怎么样，像不像？暴君恐龙暴龙，扁平的牙齿秦龙，骨指板恐龙剑龙，巨大的恐龙梁龙。宝宝，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有趣的活动呢？哇，你们看，有一个藏宝箱，好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呀，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哇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蛋。这些蛋会是谁的呢？让我们先看看这颗蛋。哇哦，好像是恐龙的蛋，头顶带有一把黄色梳子，跟鸡长得好像啊。啊哈，是四鸡龙。哇，你跑得真快。四鸡龙，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。
嘚嘞嘞嘚嘞四季龙，嘚嘞嘞嘚嘞四季龙。哇哦，四季龙鲨鱼得到第一名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恭喜你，四季龙鲨鱼。这些一定都是恐龙蛋，接下来我们该看看哪个蛋呢？哇哦，它有三个强壮且锋利的角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？答对了，是强大有力的三角龙。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。鲨鱼宝宝变成三角龙后，开始吃草了，因为三角龙是草食动物。好吃吗？接下来我们该变身成什么恐龙呢？什么恐龙的头骨又厚又硬？答对了，是铁头的肿头龙。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。头骨好坚硬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恐龙蛋了，会不会是一只可怕的恐龙呢？我好害怕。Roar, roar！ 是恐龙之王暴龙，大家快跑啊！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暴龙鲨鱼正在追赶小鱼们。四季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鲨鱼宝宝变身成恐龙很有趣，对吧？有没有很开心啊？下次变身成更有趣的东西吧，拜拜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各位好，下面为各位介绍世界上最重的恐龙——阿根廷龙。我的身体巨大而沉重，比十六头大象还要重。我是最重的恐龙，体重之王就是我。阿根廷龙，阿根廷龙，阿根廷龙。接下来介绍超级壮头王肿头龙。哎呦，头骨厚重而结实，像保龄球一样坚硬。我是最硬实的恐龙，壮头王就是我。肿头龙，肿头龙，肿头龙。最后为各位介绍最快的赛跑选手四季龙。后腿迅猛而结实，像公车一样快。我是最快的恐龙，赛跑王就是我。四季龙，四季龙，四季龙。棒棒棒，哦耶！棒棒棒，恐龙世界耶！我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？朋友们总是取笑我。我脸上有三只犄角，犄角啊都消失吧。三角
角龙的犄角真酷。朋友们一起玩吧，朋友们一起玩吧。鹦鹉嘴龙，别学我说话，别学我说话。鹦鹉学舌，鹦鹉学舌。鹦鹉嘴龙是个调皮鬼，它的嘴巴长得像鹦鹉，所以叫鹦鹉嘴龙。朋友们你们好。你好慈母龙，今天玩什么呢？猜恐龙名字怎么样？我说特点，你们猜名字。好啊，猜恐龙名字我很拿手。你想赢我可不容易。好，那么开始吧。坚硬的额头杖头大王，我知道是肿头龙。长得像鸡跑得飞快，我知道是四肢龙。哇，都猜对了，这个可不容易猜。有三只脚长得丑，是谁啊？你说三只鸡脚啊？啊哈，三只脚的三角龙。真好玩啊。天哪，朋友们说的话三角龙都听见了。我怎么长得这么丑呢？唉，这几个犄角没什么用，到底为什么要长呢？孩子你怎么了？因为这个犄角大家都不喜欢我，我为什么长着三个犄角呢？犄角保护我们，食肉恐龙不也害怕我们的犄角吗？对，时间长了，朋友们也会知道你很善良的。真的会吗？当然了。三角龙鼓起勇气，又朝朋友们走去。可是，啊，是领导龙！你们逃不掉的！我要用锋利的指甲把你们都刺穿！救命啊！不准欺负我的朋友们！你是谁？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然敢阻止我们，我绝不放过你！三角龙！今天打不了猎了，我们走吧。天哪，勇敢的三角龙赶走了那群领导龙。不要再来我们这里，再来我绝对饶不了你们。再来我绝对饶不了你们。没想到你的犄角这么厉害。我知道你的犄角这么厉害，刚才你还说难看呢。你不也这么说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我取笑了你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吧。能用我的犄角帮助你们，我非常高兴。勇敢的三角龙，今后朋友们也拜托你喽。脸上有三只犄角的三角龙，可爱跑得快的冷齿龙，像鹦鹉的恐龙鹦鹉嘴龙，嘴巴像鸭子的慈母龙，跑得飞快的小偷林道龙。我的名字是伊特龙，最可怕的恐龙就是我，暴龙看到我都会害怕，小心点，伊特龙来啦。我的名字是伊特龙，最可怕的恐龙就是我，虽然现在的我还是很小，马上我就会成为最强的猎手。Roar！ 我是伊特龙。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，伊特龙宝宝们围在一起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
我妈妈说，在这个森林外面有很多非常可怕的恐龙啊。我才不信呢，我们异特龙明明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恐龙。不是的，还有比我们更厉害的恐龙呢。不可能，就算我在森林外面遇到更厉害的恐龙，我也会 roar， 然后打败他们的。所以我们去森林外面看看吧。我不敢去。我也不敢去。哎，真是胆小鬼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去吧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完蛋了，怎么办啊？他真的去了哎。我们是不是该阻止他呀？异特龙宝宝离开了森林，他看见了海里的棘龙。哼哼，我是最厉害的异特龙，你是谁？我是棘龙，我正在捕鱼，所以安静点。哼，我要让他见识见识我有多么会捕鱼。呀，嘿嘿嘿嘿，我给你看看，捕鱼应该是这样的。救救我！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捕鱼，是要我看什么？捕鱼应该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，你还想回海里试试吗？今天还是算了，还是下次吧。我的肚子好饿啊，哪里有东西可以吃啊？异特龙宝宝闻到一阵香味，他顺着香味走啊走，看见沙齿龙正准备吃东西。我要把他的食物抢过来。我现在很饿，快把这块肉给我，不然我就要咬断你的脖子。我是最厉害的异特龙，我饿了，快把你的食物交出来。哼，你这个小东西一点也不可怕。你没听懂我的话吗？最好乖乖把食物交出来。好锋利的牙齿。这次就先原谅你，下次给我小心一点。走吧。 好吧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我不能这样灰头土脸的回家呀。接下来不管我见到什么恐龙，我都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我是最厉害的异特龙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暴龙，恐龙之王。恐龙之王？但他的小短手看起来一点也不可怕呢。哈哈，很可爱嘛。什么？可爱？那你该见识一下我强壮的尾巴和锋利的牙齿。原来它这么可怕。暴龙先生，我不是想和你打架了。异特龙沮丧地回到森林里，朋友们正等着他。哦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见到其他恐龙了吗？还好吗？你看起来好像很累。累？才没有呢，我可是强大又可怕的异特龙。那明天带我一起去吧。我也要，我一直都想去森林外面看看。不要去了，
我们现在还太小了，等我们长大一点再去吧。嗯，哈哈哈哈，没错，他们都还太小了，但是很快他们就会变成又强大又可怕的异特龙。最强猎手异特龙，捕鱼高手棘龙，暴君蜥蜴暴龙，尖尖牙齿鲨齿龙。我的蛋宝宝去哪里了？在这里吗？在哪里吗？我的蛋宝宝去哪里了？怎么办？我的蛋宝宝呢？我的蛋宝宝原来在这里，他是小偷，他偷走的。小偷快走开，小偷快走开。唉，我不是偷蛋贼呀、啊。窃蛋贼偷蛋龙。啊？咦？我记得我把蛋宝宝留在这里了呀，就在这棵最高的树前面，怎么不见了呢？是在这里吗？还是在那里呢？圆角龙妈妈正在找它的窝，但无论它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哇，好美呀、啊！我的宝宝一定会和花一样漂亮，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了。嗯哼，会在这里吗？啊，喂，你，住手！给我走开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想要偷走我的蛋宝宝？你搞错了吧，这是我的窝。哼，也许他真的不是偷蛋贼。不对，我一定没搞错。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这里有一个偷蛋贼。听到圆角龙的喊声，许多恐龙陆陆续续围了过来。怎么了、发生什么事啊？谁偷了他的蛋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啦？哎呀，这个偷蛋贼趁我去喝水的时候偷走了我的蛋宝宝。啊，原来你是偷蛋贼呀、哎呀，这么一看你长得就像偷蛋贼呀。哇，真不敢相信、他是偷蛋贼。对，就是他。哦不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哼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，你一定就是偷蛋贼。不，我不是，这些是我的蛋宝宝。哼，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说这是你的蛋。就在这时，鲨齿龙来了。鲨齿龙是所有恐龙里最聪明的恐龙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抓到他偷了我的蛋，但他现在居然说这些蛋是他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突然出现在我的蛋宝宝面前，还说我是偷蛋贼。原来如此，别着急，让我好好思考一下。我有一个好办法。这里正好有十个蛋，那么你们可以各拿走五个。什么？我来分吧，我保证平均分配。不可以，这样一来蛋宝宝会不小心弄碎的。哦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，因为这里正好有十颗蛋宝宝和两个恐龙妈妈。不然你们有其他好方法吗？全都给你吧。还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你的蛋宝宝。对，他说的对，肯定不是他的蛋，真是个偷蛋贼。就是他。这样清楚了，你才是真正的蛋宝宝的妈妈，因为只有你真正的在为这些蛋宝宝的安全担心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也是一位妈妈，我也不想让我的宝宝们受伤。可是你刚才并没有表现出想要保护这些蛋的意思啊。
而且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恐龙宝宝从蛋壳里钻了出来。快看，他们看起来跟偷蛋龙一模一样。双齿龙是对的啦。偷蛋龙才是真正的妈妈。看吧，我不是偷蛋贼，他们明明和我一模一样，他们就是我的宝宝啊。啊，真的对不起，但是我的蛋宝宝在哪里呢？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呀？圆角龙妈妈在哪里呀？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的宝宝在银杏树下破壳出来啦，快去看看吧。啊，原来是在银杏树下呀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亲爱的宝宝，妈妈爱你们。原来偷蛋龙妈妈并没有偷走圆角龙的蛋宝宝，她就是真正的妈妈。圆角龙宝宝马上也能见到他们的妈妈咯。酷似犀牛，圆角龙，机关脑袋，偷蛋龙，恐龙智者，山齿龙，跑步健将，冷齿龙，大大脑袋，肿头龙。胖胖虎。